百多价格，你觉得贵吗？我是觉得不贵的。为什么？咱们女人要精打细算，我来给大家算一下，600多我们都是可以使用10年的，10年没有任何问题。10年，你看你平均下来一年是不是？咱们算一下啊，600多一年是要60多，是不是？那一个月呢？一个月就是5块钱的时间都不到啊，5块钱都不用。那一天算下来也就是个几毛钱，是不是？几毛钱就等于不要钱了，姐妹们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家这衣柜咱们就去买就行了。来，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这个衣柜的小细节啊，它这个门把手这里都是可以活动的啊。你像我家里那种，就是它那个门把手都是凸出来的，还不可以扣进去，经常就刮蹭到我这个衣服。我们家这个，你平时你说不用的话，给它推进去就可以了。另外里边还是有这种小卡扣的设计，它这个上下每一个门都是有的。你像我们一不需要就是花很大的力气去拉开整扇门了，女孩子力气比较小嘛，我们只需要把卡扣取下来就可以了。想要拿最底层的，直接打开这个最小的门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我们啊，最后你想要一扇门的，直接把这个卡上去，它就变成一扇门的了，都是很方便的，细节拉满。